点，我们讲的在身体在还原中的作用，靠手还原远远是还原不了的。所以说我们在还原的时候，一板打过去一定是靠身体的。你看这两边的身体的还原，身体还原，身体还原，手还原，手还原，它就很僵硬，连接就出现问题。所以说我们广大的教练员在教学当中，还有我们的业余球迷在练习当中，还原远远不是靠上身还原，远远是靠腰下身还原。好，第100集我们就讲到